Tango 首先是一种黑色的鱼，很性感，充满着想象力，它需要极致的这种欲望、体能和激情，靠近你的心力。每次拉完这首曲子，感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恋爱一样，你都在燃烧你自己所有的激情。前后有五位乐手离开，第一个是我们收入太少，钱少，他觉得这个付出跟收入不成比例。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受众面太窄，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太多意思。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再坚持这个乐团？我就是想让所有的人来体验我们 Tango 音乐和这种室内乐的乐趣。有这种愤怒的力气，证明我们还年轻。